好，那接下来这首歌叫 It's a Life， 就是是什么样子的生活。那这也是这首歌也是当初会跟川哥相遇的，我办的一个展览，那那时候发的一张单曲。好，就是这种感动我留在心里跟川哥的心里，那今天把这个感动也传送给你们。好， It's a Life。特别穿了整齐划一的白色鞋子过来，因为白色鞋子其实有一个都市传说，就是每个人的白色鞋子终究有一天跟那一双鞋的主人缘分到了的话，那双鞋会跟那双白鞋会跟它的主人说话。那不同的人，白色鞋子会说不同的话。那我的上一双白色球鞋，它在有一天深夜的时候，它真的讲话了，它对我讲了一些笑话，然后它就变颜色了，它变成灰鞋。谢谢大家。